直打来电话，抓狂问是影片主角吗？哇靠，疯了吧？干嘛突然对我三家调查？一二三，站着穿，断章取义，不得不夸赞。说的轻松惬意，客气，键盘敲击，把事情当放屁。你还有你，逻辑满满正义，因为你想的只有自己，没逻辑的猜忌。玩中选一的编剧，不要骗小孩，骇客不存在，不要学网红做坏。如果骇客真的不存在，怎么不怪电影把你小孩教坏？不是创作者，也不是 rapper， 我只是热爱 hip hop 的歌者。算命看记者都给我听着，你是 hater， 我就是 hater， 是 hater。不认识我，解释有什么意义？说了实情，百分之多少会听 ？Like 好吗？是天鹅老师我的底气，不像你们只在家只剩下嫉妒心。的键盘，不敢恭维的三观，自以为乡民正义，不过是踩着别人尸体。经过了机子的机子洗涤，连朋友也对我嗤之以鼻。键盘失去判断能力，双手合十盼望平息，全场之间都在歌词里。我早就应该听烂送乐听，分不清是敌是友，落井下石就是你的自由。懒得回应你的质疑，阿妈比你强的实力不许证明。你的抹黑纯属虚构剧情，拿别人伤当创意，没良心，抱歉没得比。你不在我的标准里，为了名利到处争权到底，穷到比谁都还积极，恶心当心，总会有报应降临。夜路走都要小心，不要走心，各式各样的袭击，感谢上帝这段回忆。不是创作者，也不是 rapper， 我只是热爱 hip hop 的歌者，算命看记者。